主料，天然酵种100克，低粉200克，鸡蛋2个，牛奶100毫升，糖80克，香草精 1/8 小勺，抹茶粉10克，巧克力50克，杏干碎30克。辅料，淡奶油100毫升，巧克力30克，糖20克，糖珠。准备时间10-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鸡蛋与天然酵种黄糖混合搅拌均匀至面糊变黄，加入牛奶香草精拌匀，低粉加抹茶粉过筛后加入蛋糊拌匀，再加融化的黄油拌匀，最后加入巧克力豆和杏干碎拌匀。准备20个小号耐烤纸杯，舀2大勺面糊放在杯里，全部材料大约一站杯八分满，纸杯排在方盘上，用大塑料袋整个套起来，室温放置4-8小时，看室温冷热调节，面糊可能会长一些或者没有太大变化。进烤箱之前可以把耐烤杯放入马芬模里，也可以直接放在烤架上，烤箱190度预热，烤盘放进已经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，闪下火烤25分钟，出炉后冷却待用。配料里的淡奶油加糖煮沸之前熄火，冲入巧克力中，边冲边搅，搅至顺滑后，冷却放冷藏至硬后拿出来打发，装入挤花袋里。在烤好的蛋糕上挤出自己喜欢的装饰，最后点缀一些糖珠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搅拌面糊不要搅拌过久，以免起筋，混合均匀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